动物园里有什么？小猴子、小兔子、小怪兽、小熊猫，还有大象。蜡笔小新动物恰恰恰包含一只特别款大象和一套小动物盲盒。杯卡都是可爱的合影透卡，爱拍照的宝们有福了。小兔子踩着胡萝卜滑板是要去哪里？白白的兔子装像软软棉花糖。多事发现一只功夫小新，原来只是吃完竹子在树上睡着了。拒绝动物表演，但不拒绝动物主动表演，谁不想养一只才艺双全的小猫喽？这只小怪兽怎么光着屁屁？把心点统统交出来。还有这次最特别的大象款，三层展示框架，还有可爱的小白和野人小新，既可以展示，也可以当作收纳盒。大象 Plus 版的庞大身躯，不愧是森林的守护神。集齐四只小动物，加299就能把人气明星大象先生带回家啦！